哈哈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店门口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再念一遍。门口。我真是服了你，这明明一个字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这个字念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太难了。那我换种说法吧。我们陶名有什么陶的？手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口渴的时候最想喝什么？奶茶。那奶茶的成分是什么？茶。真是服了你了。再问你一个问题吧。四大洲是哪四个洲？小米洲、白米洲、黑米洲、大米洲，哼，洲什么洲啊？就知道吃你就啊？那我问你，八大洋是哪个八大？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沸羊羊、懒羊羊。对，还有一个。蠢羊羊就是你啊！走走走走走，我不想看见你了。Later， 哈哈，哈哈，开门啊！快点！你干嘛？爸爸说我。爸爸说你就这样啦？你自己不认识字？刚才儿子被他爸爸说了，心情都不好了。哈哈。别伤心了，妈妈帮你欺负爸爸怎么样？好，我等会写个字，然后你去问他行不行？行。字写好了，来去给爸爸，你问他这念啥字啊。好，走。爸爸这念啥？啥？哎呦我的妈，到底念啥？就念啥。你告诉我。我告诉你了，念啥？啥啥啥，我知道，还要问你干啥？你笑什么啊？是不是你给他吃的主意？没有啊，用两个整子来欺负我对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在家老是被师傅和儿子欺负。哎呀，真的想早点去上班啊！大家有什么办法吗？支支招，让我欺负欺负下我师傅。